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。今天我们回到录制记忆完美展现。那上一集的部分，我们来到了舞台的这边算是后台吧。那我们来找东西，找东西就是找找看，只要任何觉得他可能像是，就是怀疑他是那个。要被找的东西的话，就点它看看。可是我觉得我的直觉没有以往那么好。没错。什么长颈鹿？这里哪里有长颈鹿啊？我没看到，还是真的没有？哎呦，灭蝇纸？什么是灭蝇纸？小提示：灭蝇纸，它是灭蝇纸。虾米挖沟，我拿到了除草剂。这边应该没有东西，除草剂。现在有什么物品来？有珍珠。好，那就是我们要回去那个奇怪的地方了，超奇怪的地方。我一直觉得那边有人，好吧，有可能是我想太多了。哟，我要进去吗？我一定要进去吗？我真的得进去吗？好吧，我进来了。少了头。经理办公室的密码，缺少了一部分。先把它转开来。电池不见了，所以缺电池。好。再来的部分嘛，我们要做房。哦，玩偶村是怎么回事？他需要什么徽章？我们没有徽章。徽章是这个徽章吗？哦，不是徽章。玩偶村。哟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有东西藏在藤蔓后面。我有除草剂。藤蔓把宝石缠住，我要设法把它们移走。好，谜题信息。
就是换到对就对了。换来换去，总会有对的地方吧？我不知道啦，这是乱讲。我很确定一件事，就是对的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换了。可是不是对的，就要一直换到它对为止。OK， 解开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棵树怎么了？树脂太重，我无法用手移开。它是要什么？磨碎煤炭，加入树脂加热。煤炭要先捣碎。我没有灯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东西没有？哦，配景工厂。这真的是很诡异的地方欸。半根船桨。玩偶的小贴纸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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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离开啊。好啦，这是一个诡异的地方。他不是说他们村是一个很单纯平凡的地方吗？我怎么觉得他一点都不平凡呢？Kiss, where is a kiss? 一个吻。高尔夫推杆，高尔夫推杆，在这。好，所以我们获得是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太阳的光辉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获得了钥匙。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。不要有 jump scare， 拜托。哦，没有，没有东西。
叫 combo。呀！干嘛自己吓自己？脚。还需要什么？围巾。蜜蜂。脚，我没有看到脚啊。脚在哪里？蜜蜂在哪里？求救啊，达达！哦，找到了。你看起来才不像脚的。刀片，冲洗底片照片的地方，闪光灯灯泡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哦。开，我不能开着灯来冲洗照片，所以我要放着，然后拍一张照嘛。会有什么东西？所以我要关灯。呀！赶快冲洗，拜托，我不要一直关着灯，感觉很糟。我的照片。我拿到了什么？完美的四人。我的照片可以干嘛？然后有没有电池了？还有什么东西？这个我现在还没有办法。好，离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干什么？我有一组电池，我一直记得电池好像可以干什么用，可是我一直忘记是什么。缺船桨是不是？我们没有船桨的东西。好，退。死神的画像是可以干嘛？不懂。好，是这样用。好，再来是什么？要加入树脂。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弄下来？这个吗？啊 ，Soul Desk 啊！原来是用刀片把它弄下来哦，原来如此。加入树脂，烧，然后。
然后很好用的胶水。哦，把我的照片放上去。把新照片贴在旧照片。啊？那你需要我怎么办？我看一下哦。一种用于把油画和画板粘贴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它是什么传统？任何表面上。不是，把新照片直接粘贴在旧照片上。哦哦哦哦，我傻傻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就是把旧照片先弄掉，然后再弄上新照片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。啊，这是一份密码吗？我们好像获得了什么。在我做了伪造证件的时候，这好像不是一件好事，完全不是一件好事。阿尼亚维，哦吼，啊，谜题信息743什么？是，我们还不是有得到一个密码吗？743 62，743 662啊！噔噔噔噔，耶！所以开了什么？啊！又是一个诡异的新通道，这可以干什么？走廊，电力符号，我没有电力符号。断掉的船桨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可是它需要放上一个面具符号的锁。嗯。我记得我们有那个太阳的其中一个只脚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找东西好了。好可怕哦！当你越来越接近结局的时候，你都快不知道是什么了。好，找完。这个是什么？一个赠礼的故事。啊！有了。目前还没有太多的 jump scare，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害怕。就是他不要有太多的 jump scare 还比较好。好，镇里的故事，我们先回去制作那个船桨吧，连接他们的东西。插入一些牢固的，看来我们又少了什么啊！果然，啊，最讨厌来这种奇怪的地方。赫鲁斯之眼，通常也可以拿着它，就是到处看看有没有办法跟东西互动。我觉得这是最快的方式。
哦，哎，哎，哦，我找的速度变快了。孔，没有，没有。很诡异的地方。对，非常诡异，诡异到让我打喷嚏。好，不是啊，这不是。没有线索了。No！哎呀！镇里的故事。还是我们要使用提示呢？这边都没有了。仓库。都弄完了吗？我是不是遗漏掉什么东西？求提示。所以我跑太远了。这是这个，对，这是什么？第四篇，第四幕回报篇。Years later, a weary traveler sought shelter from the rain. Okay. 还有哪里不对？哦。I took pity on the poor man and offered him a place to stay. 好，他让他留下来过夜。The homeless traveler spent the night in a warm bed instead of out in the cold. 好。再来，还有一个在哪里？有人发现吗？有人看到吗？我，快快快 ！OK。But in the morning he was gone, leaving his bag behind. 好。I wondered why someone would carry around such a large mirror with him. 还差一个在哪？OK。Then I realized, this is no ordinary mirror. 不是一块普通的镜子。这是什么？金属棒。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的。帮助我们的那个船桨更加的坚固。一点点胶水，捆好。我没有东西可以捆欸。
好好捆上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捆吗？这是一个一直叫你找东西的游戏啊，不是，不对，解谜游戏本来就是一直叫你找东西。我在讲什么啊？我记得本来有哪里有绳索的说，还是我记错了？这绳子不能用吗？可恶！好吧，我们要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捆。哇，它的音乐真的很可怕哎！好啦。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纱布。再来，我们的都不够了。这样有用吗？可以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划桨了。这个声音真的很可怕耶，而且这个村落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看到？我们从头到尾只有看到那个妈妈跟那个酒保，这是正常的吗？不是说这个村落很多人吗？然后不是说他们在出去找那个小女孩吗？为什么半个人都没有看到？超级可怕的啦！好吧，也许只是我太过胆小了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，没错，因为我太过胆小，所以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有想说的话或是推荐游戏，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最后记得订阅频道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